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党提供的，包括跑步机，包括哑铃，包括空调、冷气，包括所有的场所。这是我多年来为数不多享受到我党的福利，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早上8点，先空腹来一杯黑咖啡。虽然说咖啡有点苦，但是生活更苦。现在出门去上个厕所，因为我租房这里那个下水道堵住了，只能上小便，大的要去外面。今天8月6号，我好像还是有点虚啊。距离我得肺炎，我觉得过去刚好整整一个月了。因为就是上个月7月6号的时候，我觉得我开始有一点症状了，就是比较乏力或者肌肉酸痛。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马哥不拍影片的时候的真实生活吧。可能有一些朋友以为小马哥就是不录影片的时候自己偷偷的吃大鱼大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马哥不拍影片的真实日常生活吧。现在去找厕所，这是我在我住的附近找到的一个地方，里面有厕所。这里还有纸，这里有一些人打乒乓球。通常早上我会来这个免费的健身房运动1个多小时，设备有点简陋，就只有2台跑步机可以用的，然后就2个这个小哑铃。好，现在我吸取教训了，每次来运动之前我把温度要调到，我是来流汗的，又不是来吹空调的，直接调到30度，直接开门，空气流通。之前来没有吸取教训，之前这个哑铃还有一片两片大的，2.5公斤的，现在就只有，哇，2.5公斤，重量太轻了。今天也相当于是7月6号的复课吧，上个月的今天，反正跟今天差不多。开始锻炼。上个月我来的时候，这个哑铃应该还有8、9公斤，现在只有5斤了。现在进行有氧。现在正值放暑假，每天有很多小孩来这里玩，后面那个哑铃也是被他们玩坏了，那里面装的是沙子，后来裂开了一个口子，那个沙子都跑出来了。20分钟，消耗卡路里200。我靠！不知道你们听过一句话没有？在广东，阳光是需要钱的。现在有大把大把的阳光，不需要一毛钱。因为广东租房子很多，那种房价特别低的，就是那种一年四季都看不到阳光，白天还要开灯的房子，房租费比较便宜，有些人为了省钱就租这样的房子。现在大把的阳光，不需要钱，赶紧来个日光浴。哦，现在好像流行叫什么晒背吧，搞起来搞起来。全身是汗，现在背上滑溜溜的，好像涂了沐浴露一样，感觉现在体温应该挺高的吧。我上次来这个健身房应该那个空调温度只有20多度，如果你在外面晒一下40多度，然后又进去20多度，你想一下这温差，然后再加上你的身上的汗液瞬间被那个空调给降低了，它还会吸走你身体的热量，所以那感觉有点像冰水一样，就是这衣服也是湿的，背也是湿的。所以我感觉感染这个肺炎跟这个占大部分关系，
因为它会导致你的抵抗力降低。如果说健身房来了很多小学生，他把病毒传染给我了，如果我的抵抗力很强，这个病毒，如果说我的抵抗力很强，这个病毒照样不会感染我，你们说对吧？有的人可能会说，不管你怎么样，你都会感染那个病毒，因为它散布在这个空气中。其实我还是喜欢从自身找原因，因为我的抵抗力太低了。现在晒十多分钟太阳吧，现在背上汗如雨下，你能感受到那个汗滴顺着你的皮肤流过去的感觉。这次的运动强度应该没有上次的高了，不过我感觉我的肺炎应该恢复有九成了，不知道我要不要去医院复查一下，复查一下估计就要几十上百或者几百块钱，我有点不想去，又要花几百块钱。你们看我这运动表现，肺炎像恢复好了吗？我没感染肺炎之前我的舌头是粉色的，现在我还是感觉我的舌头有点白色，我上次住院期间这个舌头上面一层好厚的白色的那个舌苔，等我这个舌头正式恢复成那个粉色了，我就觉得我完全康复了。我晒十多分钟这个太阳，我然后再去骑行个十来分钟就回去了。我能感觉同时有一二十颗汗珠划过我皮肤穿过毛孔的感觉，真他妈酸爽。你去汗蒸，去桑拿房汗蒸应该都没有这个感觉。看一下这汗，衣服都湿了，放这里晒一下，晒干一点，上面全是汗。骑行十分钟了就回去了，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党提供的，包括跑步机，包括哑铃，包括空调冷气，包括所有的场所。这是我多年来为数不多享受到我党的福利，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作为一个公民很少享受到这么好的福利。即使我被公司裁员顶不到失业金，回去了回去了，大汗淋漓。富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如果晚上太热的话可以来这里吹冷气，等到气温降下来再回去，我那里没有空调，不过我一般没有来。回去了，肚子饿得呱呱叫，现在去整点吃的，补充一个快碳，吃一个兰州牛肉面。先吃青菜，再吃蛋白质，加喝汤。来大半勺蛋白粉，回来洗了个澡，碳水应该吃够了吧，现在还差蛋白质，来一杯蛋白粉。这是医生给我开的药，看一下，注意避免日晒，避免剧烈运动。好痒啊，好久没洗头了，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吃那个抗生素吃多了，我头发感觉掉很多啊，所以我就一周只洗一次头发，应该能少掉一点吧。之前感冒发烧去住院，我大概有半个月没洗头发，等我要洗头发的时候，我这个头发都打结了，打头发捞到一起打结了，解都解不开，搞得我硬扯掉了估计有几百根头发吧，差不多，反正是估计的，有点像韩国的那个妈妈桑，是不是欧巴桑妈妈桑啊，洗头去了。洗完头发起码要几十分钟才未干，这个时候我们不用翻，打开手机来个王者荣耀启动 Timmy。 今天的中午饭
水煮鸡腿肉，然后没有那个瓦斯没有气了，这个丝瓜是蒸出来的，虽然熟了，但是这个颜色不好看，应该没有炒出来的好吃。然后生洋葱，然后还有这个没有气了，生洋葱、生青椒，凑合着吃吧。我好像失去味觉了，这顿菜没有油，也没有放盐，什么都没放。这个洋葱是生的，这个辣椒也是生的。这一餐是绝对的清淡，这样的食物你们能吃下去吗？福珠宝，合同到期，撤柜，骗你，老板乌龟王八蛋。下午去村子周围逛了一下，本来想买点东西的，最后也没买，一下就天黑了。一整天下来，反正都在村子周围一两公里，没有走太远。晚上我在河边散步，看到两个工地上的老哥带了网子，想在这个河里面网鱼吃。准备撒网了，一、二、三，看中不中啊？哇哇，中，好像中了，不知道中了没有。但是看到那个网掉下来，正好掉在那个鱼中间，还不敢拖，还得等那个鱼挣扎一下。哈哈，跑了，都没动，应该是跑了。空军呢？空军。这个河里面的鱼，就算有人钓上来了，有很多人都不敢吃，因为很多工厂那个污水往河里面排。一整天下来，没有社交，也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也没有大吃大喝。